杀手高海宁城下一个死者，清道夫出动遭致命袭击。杀手第二十四集剧透，上回讲到启阳谢东敏式收购长发的饮食集团，还向素芝麦明诗式求婚，向善李佳心式前男友周卓贤陈家辉式从加拿大回港欲见儿子，向善大感彷徨。Eagle 陈国峰式再找义兰，龚家欣式报仇，义兰得式见义之死与乔星陈豪式有关。苏菲亚罗兰式即将退休，暗示可解决二人纷争者便有实力接任。向善打算送朗希到加拿大留学，乔星得知后插手调查卓贤。杀手最新一集讲到深深高海宁式的清道夫团队接了订单，要清理女尸，但现场死者竟是男性，苏菲亚怀疑是杀手猎人所为。义兰为了报仇与乔星进行对决，向善收到告密信，猜测信件由乔星寄出。严武黎耀祥式叫邵炳，林景晴式投资茶餐厅，邵炳明知被骗仍愿意投资。严武终于心软教他绝技。玉凤吴业坤式为了确认自己的推测继续找证据。深深团队再接订单，却遇上突袭，